几个姿势就完了。不是，什么叫摆几个姿势就完了？你得真干呐！你干的时候，爸给你拍多好啊。那我还有那么多作业了，我哪有时间干活啊？你这样，那你先回去写作业去，写完作业以后你出来干，完了我给你拍照片，这样摆姿势可不行啊。爸妈，哎，等等，别着急啊，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赵刚啊，干啥？孩子现在多忙啊，现在孩子是最累的，学习那么关键，你让你拍两张照片，你帮他拍两张就完了呗。你看你这，你过来，这个那个的，你看你，别着急啊，怎么的？什么怎么的？你干啥呀？咋来了？我在这管孩子呢，你干啥？我告诉你，钱顺发他还小，明白不？得把他往正道上领。拍几张劳动的照片，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了呢？怎么？这不摆造型吗？摆造型呢？摆什么造型啊？不这么忙，行，你甭管了，你交给我吧。牛牛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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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老师怎么说的呀？老师说要拍干活。干活啊？哎呀，干活，你二姨夫没有生活呀。我还想要点创意。创意有。哎，你二姨夫没别的，就是有创意。很好，那咱就先拍扫地吧。哎，你扫什么地呀？这地我刚扫完，多干净啊！刚扫的，谁说的？哎呦哎呦，脏了，多脏的，你看看，来来来，拿笤帚扫地。你给我，不是你干什么呢？来扫地啊！哈哈哈哈，这样啊，拍第一张扫地的啊，预备，开始。好嘞，这边。预备，好嘞！那还有这么多没扫，怎么办啊？这些啊，没事儿，你爸一会儿扫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擦桌子，下一个镜头擦桌子。妞妞，刚才你的表情不对啊，要笑不劲儿的，美不劲儿的。二姨夫，哎，不劲儿是啥呀？那个不劲儿啊，就是吃饱了撑的。你还吃饱了撑的呢？你干什么呀？这不是玩假的吗？这不是什么叫玩假的呀？这叫配合，互相配合。你就没配合过？我没配合过。哟，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哎哎，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下大雪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你带领着好多人在小区里扫雪，是不是来记者采访了？啊，你居然冲着人家摄像头在那儿擦汗。哎呦，假不假？假不假？不是。我擦个汗怎么就假了？我干了半天活，我还不得出汗呢？妈呀，下大雪，滴水成冰啊！你出汗，我怎么就不出汗呢？你当然出不了汗了。我们都在这干活了，我们出汗。你一个人跑在这卖单，一动都不动，没把你冻死就不错。我出汗，这什么？而且你这什么创意呀、啊？一点都没有创意。那孩子过来，来来来。怎么整啊？那你要玩假的，你得跟他学，明白不？啊、你这样啊，你一会儿跟着他去他那工地，明白不？完了，顺风给他找一件工作服，好，再戴上一个安全头盔。啊、你左手拿块板砖，右手提了块水泥，去吧，爬上去吧。老师问你就说孩子帮你盖大楼的，能行吗？行，好有创意了，走。我的妈，真去呀、啊！回来，陈顺风，你有毛病吗你啊？这么点孩子帮你盖大楼，你这也太假了吧你！那太假了，你说他干什么？我这不是逗一下吗？逗什么逗啊？人家完成作业呢，你怎么的？我有个创意，哎呀，但是这个创意得你爸爸得帮忙。别来这套啊，钱顺风，你玩假的，我不跟你玩。别表示，快！爸爸，我亲爱的爸爸，求求你了！别跟你二姨夫学，别闹这事儿。表示，继续表示。爸。求求你了！没办法，上辈子的小情人啊！你说吧，怎么个配合法？哎呀，你那个赵刚呢？你给我找个绷带，好不好？纱布也行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赶紧找去。干啥呀？哎呀，你牛牛这个创意可太棒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创意是这样的：你的爸爸脑袋受伤了，你醒了，你正在给你的爸爸包扎伤口。为什么流血了呢？对，你爸爸的脑袋被门给挤了。太好了，来，去你的吧，钱顺风，我脑袋被门挤了啊？
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听说过谁脑袋被门挤了？谁有人吗？脑袋被门挤了？我的脑袋就被门挤过。怎么的？怎么挤的呀？上个星期，我回小区，我回来晚了，门大门给关了，我钻那个铁栅栏门，身子过去了，脑袋没过来，挤着了。你这能行吗？你那不是被门挤，你这是当铁栅栏给夹了。那也是被门挤了。那你这不是被门挤，那你要想被门挤啊，那就得我给你丰富了。你丰富丰富。这样，你说我呢，在咱们小区呢，我抓小偷。哎，小偷在前面跑，我在后面追啊。我在抓他的过程中啊，遇到门，小偷过去了，我脑袋没过去，结果我被门挤了。合理不合理？太好了，大姐夫，只要你的脑袋被门挤了，怎么都行。哎呀，好，抓小偷，抓小偷。哎，我大姐什么时候下班？干啥？缺一个小偷啊，大姐演这个小偷。不行，啊，你大米粒那块头子，他要是小偷，我一个人我也摁不住啊。再说了，他那么大块都过去了，我脑袋过不去吗？对，这不合理呀。是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小偷啊，啊，他必须得是个小个儿。哦。哎呀，这小个在我们家可不好找。这个，看我干什么？我这么大个，我哪适合演小偷啊？你就适合演小偷。我怎么会适合演小偷呢？闺女，他像不像个小偷？老像了。街坊邻居们，像不像小偷？看，我这表示，我不演。哎，姨父，求求你了。妞啊，你让我帮忙的，我怎么成小偷了？我不干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求求你了！好，全为了你得小红花啊！你可千万一定得得啊！好，来吧。好嘞，师傅。好，我演小偷。这也是群众的呼声。好的，好的。来，过来啊！我是正面人物啊，对吧？我必须坐中间，对吧？妞妞在这里闹爆炸，小偷过来。好，来，拿过来。来。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我小偷啊！你小偷你还这么横吗？我怎么办呢？你小偷你就只能蹲下。好，我蹲下。哎，你坐好啊！等会儿啊，把这手机拿出来。那怎么办？我这有自拍功能啊啊啊！来，这样一会儿我呢掐着他脖子，哎，表示制服了这个小偷。哎，但是我脑袋被门挤了，你呢就给我包扎脑袋，好吧？好，一二，你等会儿。不行啊，我这脑袋冲着这个镜头，怕回头把作业交上去，全校都知道我是小偷。那不行，我转过来，你这样吧，来。不是，你不用转啊，你不用转。怎么的？你是个蒙面的小偷。哦，蒙着脸呢。对，可以，我蒙的好。哎呀，妞妞，你可千万得得小红花啊。嗯。哎呀，你二姨夫是都豁出去了都。来，这我媳妇杀鸡啊，你过来到我这边来。好了，行，你看看行不行？好看，认出我来吗？认不出来了。好了，这边你放心啊。好，来吧。这样啊，妞妞，一会儿咱拍几张照片，好吧？完了，你拍一拍，给我这个包扎，然后呢，咱再拍个小视频，你给他带到学校去，好不好？把这个事迹宣传出去，把这小偷形象也给露出去，好吧？好，不干了，说啥我就不干了，我。什么玩意儿就拍小视频呢？还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小偷呗？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二姨夫想了想啊，二姨夫做的不对，做事情咱得实事求是。错了。哎，顺风啊，你能这么说就对了。我跟你说呀，妞妞，帮着家长干干活，也体恤一下爸爸妈妈的辛苦。对。对什么对呀？啊？你认识到错误没有？我差点成小偷了，我还没认识到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爸，又过是不是？哎，那个羊奶我给取回来了。哎呦呦，谢谢爸啊！快扶着老爷歇会儿。来，你快坐。哎呀，你个天天的，哎，没事。哎，你胳膊怎么了？你这胳膊咋的了？都流血了。哎呦，来，我看看。哎呦。爸，你这咋弄的？这是就是刚才走路我没留神，磕一下，没事儿。伤了这是。顺风，你可真行啊！爸又去替你呀、啊，给孩子取那羊奶去了。你说你就不能去吗？你爸，我真得说你两句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让我去买羊奶，你天天帮我去买，你这是干啥吗？这是。
他说过吗？假的是不？又假了又假了。真的真的，以后我去啊，爸。哎，这就对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爸，我给你摔跤啊，没事，动啊。哎呀，爸呀，哎呀，你看这摔的还不轻，你说。爸，别动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爸，让我擦呗。为啥呀？姥爷平常这么疼我，我看姥爷受伤了，我心疼。哎，你拿着，你给姥爷擦啊。嗯。姥爷，我擦疼了吗？不疼。不疼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给姥爷擦伤口，姥爷高兴。爸，姥爷都受伤了，你就别拍了。这得拍，这是真的。擦吧。